玩打野最爽的就是，当你刚支援过来的时候，对面就开始越塔，然后还贴心的把人头送到你的手中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这个血包的水太深，你把握不住，让给我吧。乖了，你快点回城，这波兵线你吃得到的。来到上路，我放的射手和辅助已经驾鹤西去，进入草丛看一下能不能捡个漏。残血的赵云还不回家，你在浪什么？大招直接往草里开 ，A 一下二技能沉默，再 A 一下一技能霸体解控，再 A 一下。哎呀，我 A 走了，这让我万分愧疚，所以决定以死谢罪。哎，他在说啥呀？哎呀，这个人找借口一向很可以的，不要理他。这边来下路支援，一技能起手走过去 A 一下，然后二技能二货猪八戒这么脆，根本扛不住，怎么打呀？你在吗，野牛？对不起，磕个头吧，滚！再次来到上路，捡漏的一天又开始了。走进草丛，隐藏视野，一技能追击，一刀带走守约，持续平 A， 二技能再 A 一刀，还跑追着 A， 最后一刀送你回家。然后世界瞬间就清静了，这里的红花、绿草还有狐狸，无一不预示着适合我躺下睡一觉。这边跟队友一起来上路抓人，大招尽量往草里放，这要一来可以隐藏视野，二来可以让对面看不到你。二技能来一刀，好的 K 头失败，妲己在后面，一技能霸体走过去 A 一刀，二技能再来一刀，两刀三刀拿下。后面还有个赵云，但我比较善良，所以先放他一把。你确定不是因为杀不掉？不确定啊，我呸。代入一下，假如我是这个赵云，我肯定就弃他走了。但是这个赵云很明显是个有梦想的赵云，所以他带走了东皇。所以说呢，很多时候你只要勇敢一点，就能知道对面的辅助有多么的傻。你在吗，野牛？对不起，磕个头吧，磕你妹啊，滚！身为一个打野，要及时的支援，毕竟谁也不想看到自家的猪被对面的两个白菜给拱掉吧。这话总感觉有什么不对，那肯定是你感觉错了。妲己来了，先不要放大，寻找草丛当做大招的落脚点，一来可以隐藏自己的视野，二来可以让对面看不到。好家伙，没开二度。哎呀，这算什么呀，别说二度了，只要你愿意105度我也给你整出来。那要不要再加点蒸馏水呀？好烂的梗，你快闭嘴吧。这不是你起的头吗？其实也没那么烂，我呸。这天我在中路遇见了一场美丽的邂逅，谁知道和他你知我感的甜蜜互动却引来了对面赵云的嫉妒。赵云放出了大招，没了大招，又放出了一技能，又没了一技能。好的，那你没了，因为我把技能全用，你怎么敢的呀？我去带了波线，队友团战失利，又到了我表现的时候了。一技能起手 A 一下，二技能 A 一下，大招离开战场，回头 A 被击飞没关系，二技能 A 一下，一技能 A 一下，加蠢剑直接输掉。再说是开个龙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时间来到最后一波团战，一样的套路，寻找对面的后排，大招直接往草里放。这个、一来呢可以隐藏视野。停，别说了，耳朵都起茧了。好，带走妲己，后面有个张飞，但我的目标不是他，而是对面这个正在逃跑的残血的赵云。旁边的项羽，不是大哥，你在这挡什么路呀？带走项羽，对面大势已去。想必结果你们都知道了吧？酷！停，为什么这次又这么突然？当然是因为我后面没秀起来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猜的喽。那你还问？逗你玩喽。你他喵！